本期讲解一个最新微博协议暴力无限私信 2.1 引流脚本，工作室内部专用的脚本，包含软件和教程，这是全网首发啊！本软件引流仅提供这个分享揭秘，请勿用非法操作，一切后果与本站无关，设备需求需要电脑模拟器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括这个软件啊，操作教程，免责声明啊，如果需要本套教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微博协议啊，暴力无限私信啊，或者是最新微博协议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